有網友就話啦，阿 Dota 你就經常都叫人捐108蚊俾東華啦，咁捐去第二啲機構係咪一樣嘅咧？個果唔同一樣噶啦，我冇叫人唔可以捐去第二度，你捐去保良局就得捐，但我個人叫108咧，我就覺得而家啲人咧最痛苦都係病啦，啲醫療咧香港又缺乏啦。咁東華咧個歷史咧就都做得耐啦，個管理架構咧係大家清晰嘅。咁你捐人際都得㗎，你捐人際啊，捐我呢個博愛醫院嗰啲慈善機構都得㗎。啊方便咩？有東華方便啊，佢 send 你一份 DSN 就得啦，係嘛？佢有個系統咁解啦。但最重要一樣嘢補充，等於我叫大家整個錢箱，話叫人每日擺一蚊。向東面咧念個祝福文咧，你唔捐嗰個108，東亞會唔會執撚咗笠？唔會。你捐撚咗會唔會好撚咗啊？唔會。我唔會。佢政府資助嘅機構嚟噶嘛，係政府包曬底噶嘛，東亞嗰啲。但最重要喺邊度咧？是捐撚翻俾你自己，即係你嘅人一出世，你自細成長，你嘅心念咧係跟世俗，每日咧去揾錢，冇人提你去捐錢嘅，好少。有人叫你捐錢咧，你有陣時都抗拒，行個街咧，人哋賣支旗1-2蚊，你都行緊快兩步，你係冇呢個行為。我叫大家做，就是你一拎起手，有朝一日你擺喺錢箱咧，擺1蚊落去嘅話，你同你屋企人喺個刹那間咧，你個心念咧調撚轉咗嘅，呢個先至係我嗰個作用，唔係你嘅錢。即係將你喺習慣性嘅行為，你冇嗰度，只要你一做，無論你多少。已經將你嗰個心念咧係變錯，你擺錯，呢個先最大嘅功能。你慢慢習慣咗，每日都抌啲錢喺錢箱度咧，你個行為咧慢慢慢慢，你個心念一變，到你睇個世界時間咧，你又有啲嘢咧就冇咁睇得咁緊嘅，會捨得，起碼少少捨得先。一個人很多他就沒有捨心嘛，每天都要拿人的東西，你是習慣了的，正常的事，普通人沒人提醒你的。那我們透過這個行為，就不是你去捐到給哪個機構，是首先呢就你自己受益的，將你的習慣性行為呢停一停，調回轉擺出來。因為到你習慣了懂得擺出去的時間，在個宇宙裡呢有種擺出去的力反射回給你，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，大家搞錯。那你不想世界停了，明白嗎？你那裡呢完全沒有作用，最大作用就是你自己受益的，將你無數以來的思維呢突然間多了一樣東西，你是接受的。咁好啦，我要令到你啲人接受咧，就唯有你去捐俾東華三院。因為嗱，你哋咧儲完錢咧，拎嚟俾我萬福俾我啦，咁我同你做好事啊，咁都冚家產。咁啊，哇！呢條友發達啦，屌你咁啊，富貴啦，會攞食鮑魚啊，係嘛？食煲仔飯。哇！呢個直擊神棍啊，咁屌你，即係又有人奉獻俾佢啊，捐錢俾佢啊，都死。一你咁樣諗咧，就衰撚過唔捐。衰過唔撚做，係嘛？好撚惆悵嘅人生，你將一種學問帶俾人，你唔撚問到，我都未講，而家話俾人聽，其實你就幫你自己嘅行為咧，即刻受益嘅，將你個習慣性行為咧停一停。原本係攞嘅，而家已經唔係個調轉拎出嚟喎，係咪調撚轉咗喎？你唔好睇輕啊！就算我見到啲人話，
捐錢去宣明會啊，捐錢去救助嗰啲非洲細路仔都係好事。你冇撚理佢有冇做到，但你嘅動機嗰下咧，你係寫出嚟，對你個人嘅修為咧係一個臨界線變咗嘅。咁你個人咧睇世界做事咧個思維已經有唔同，係你唔知嘅喎，改變咗嘅，唔係改變咗你嗰個動機思維啊。咁你改變咗動機思維咧，你會感應到唔同嘅效果出嚟啦，就起一個相應喺度，一個好深奧，一個好方便嘅手段嚟，係幫人改運嘅手段。希望大家慢慢領悟下啦，比較深奧，比較深奧。咁嗱，捐錢就咁樣啊。咁如果我哋捐送佛畫去寺廟，有啲乜嘢功德咧？因為而家啲寺廟咧，個時代咧好多唔知道好與壞，咁啊各有各人咧諗一套畫像出嚟，係唔啱規格嘅。佢唔知嘛，人最大可憐咧就係你唔知咩叫好嘛。咁我哋嗰啲希臘嘅佛畫咧，係有個傳承喺度嘅，世界公認咧呢啲都係珍貴嘅藝術品嚟。咁你能夠送到間廟，令到嗰啲信徒upgrade咗佢個精神境界嘛，即係知道咩叫靚咩唔靚。反為耶穌教堂呢啲畫咧，多數都靚，係好多有心人去起教堂。很多藝術家咧貢獻自己的一生人的能力咧，去繪畫啦，喺個教堂度。但係有啲冇，係啊，好靚，啲名畫冇。係啊，點解我哋佛教搞到咁咧？係嘛？因為亞洲咧又過好多人統治啦，又經好多戰火啦，同埋嗰個佛教嘅系統咧，嗰個好專門嘅傳承去處理噶嘛。各自為政嘅，畫撚到屌乜幾廿隻手都有噶嘛，係嘛？古靈精怪，咁啊有緣分啊，咁咪叫啲人，你哋有啲廟識得嘅，你咪送一兩幅俾佢咯，大家夾啲錢係咪？咁我喺度永遠擺嘅喎，永遠擺嘅話咧，有一種力咧，就話你令到啲人感覺靚。啲信徒咧個信心又更加好，又開心啲，咁啊歸功於你，由你帶咗一種嘅功德喺度，又令嗰間廟咧生色不少喎，一次過啫喎，好撚少錢喎，點解唔做？唔同噶，嗰、那個唔同，同埋你係支持個正法流傳，支持個佛法長住在世，呢樣做嗰啲，俾人欣賞到，係啊，係啊。就算我哋做啲印度電影卡都好大功能㗎。